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是3月4日，我们今日会特别为我们的 single 和 couple song 来到祈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将 single 和 couple song 的小组交在你手中，求你继续加添力量给参与小组服侍的弟兄姊妹，并帮助每一个小组的组员都能够继续在小组里面成长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